一间昏暗的房间内躺着几百具丧尸一动不动，一只幸存者小队缓缓地从上方降落，小心翼翼地来到地面，全程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不远处的仓库门上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仓库里的食物。领头女人开始下发指令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尸群，只要不惊动脚下的丧尸，就能轻松拿到食物。很快，几人就成功来到仓库门口。不幸的是，仓库门被锁上了。女人只好掏出工具，小心翼翼地插入锁孔，生怕发出一丝声响。一旁的白发女人观察到。 这里的丧尸手里居然有很多武器，如果收集起来不就发了？他用眼神示意领头女人，女人连忙摇头表示拒绝。就在这时，负责开锁的女人成功打开把锁，发出的声响让众人连忙回头看向地上的尸群。好在尸群只是轻微的动了一下，女人很快就调整状态，缓缓打开仓库大门。一行人走了进去，几人谨慎的走到尽头，推开里面的大门，发现地上躺有两具丧尸，好在也是休眠当中的。小队的两人见状，快速走到丧尸旁边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领神会。 快速解决掉躺在地上的丧尸，排除好危险之后，两人快速走到货架上，小心打开木箱，里面依然摆放着一包包食物。女人欣喜地望向领头人马姬，在得到马姬的肯定之后，开始有条不紊地打包食物。通过袋子小心翼翼地输送到楼顶，体型较大的男人也负责在楼顶用滑轮接收食物。所有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然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就在装满食物的袋子准备到达屋顶时，一旁的绳子因为承受不了重量，突然断裂。 男人眼疾手快，赶紧伸手去抓袋子。好在袋子被他及时抓住，不然砸落惊醒底下的丧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当众人都舒了一口气时，男人此前受伤的手臂因为突然的拉扯，开始不断往外渗血，掉落的血滴刚好砸在一具丧尸的脸上。收到血液刺激的丧尸开始慢慢苏醒，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丧尸醒过来，准备出来运送食物的黑妹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。慢慢的，众人也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在仓库负责打包食物的女人。 也开始听到丧尸的嘶吼声，察觉不对劲的他赶紧跑到外面查看，碰巧遇到后退回来的黑妹。黑妹用手势提醒女人快点，外面的丧尸全部醒了。马姬也是见过大风浪的人物，拿起弓箭淡定瞄准，一发入魂，直接带走丧尸。其他人见状也开始反抗起来，对准尸群就是咔咔一顿输出。但很快，手里的弓箭就消耗殆尽，仓库里面的两人拿着食物准备撤离时，迎面却拦着很多丧尸。面对张牙舞爪的丧尸，惊慌的两人一时不知所措。 黑妹抬头看了看屋顶，上面的男人瞬间心领神会，拿起弓箭对准底下的丧尸就是一顿输出，丧尸中箭倒地，为地下的人争取了不少时间。马姬和白发女人趁机捡起地上的武器，正准备开枪，发现里面并没有子弹，两人只好快速射起。好在女人很快就摸到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，快速开枪，一枪就一个小丧尸，但不幸的是，手枪却在这时卡死。马姬见状去拨弄卡死的手枪，尝试无果后只能丢弃。就在这时， 一阵连续的枪声袭来，面前的丧尸应声倒下。马姬回头一看，发现白姐成功捡到了一把装满弹夹的步枪，并迅速的递来一块弹夹。马姬接过弹夹，捡起地上的空枪，迅速装上弹夹。有了两把步枪的加持，小队的压力减小了不少。就在这时，从屋顶放下三个安全绳，小队其他三人赶紧上前将绳子扣在身上，快速撤离现场。白姐仗义留下来，给撤离队友争取时间。安全绳再次降了下来，白姐的步枪子弹也在此时消耗殆尽。白姐跑到安全绳这边。 正准备撤离，突然发现角落里还有一箱遗漏的食物，在这末日世界，食物远比生命重要。男人也秒懂白姐的想法，迅速用弩箭为其掩护。白姐顾不上危险，赶紧跑到箱子面前，掏出布袋，快速打包食物，丝毫不畏具身后的危险。有了队友的掩护，她十分放心。很快，他就把箱子里的食物打包完成，扣上安全绳，火速撤退，留下了一堆丧尸站在原地招手。 这次的行动有惊无险，大家都成功的完成了任务。次日清晨，一行人满载而归。回到社区之后，神父告诉了大家一个噩耗：因为新接受了两批幸存者，所以他们带回来的食物只能坚持一周。马吉随即就提议他知道一个地方有食物，但是十分凶险，但为了生存，敢死小队只能冒险。再次外出寻找食物，谁知刚出门没多久就遇上了恶劣的暴风雨，一行人只能躲进破旧的地铁站里。然而没等他们走多久，走在前面的狗子害怕的调转回头，一股刺鼻的恶臭就席卷而来。 前方的通道竟堆积着满满当当的裹尸袋。